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全球权威大学评比机构之一英国国际高等教育资讯机构 Quarterly Simond QS 今17日公布2018亚洲大学排名，新加坡包揽前两名，前十名中香港就占四校，台湾排名最好的是国立台湾大学，名列25。QS 已在今年6月发布世界大学排名，17日则公布2018亚洲大学排名，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、新加坡大学包揽2名，其次是香港科技大学、南韩科学技术院、香港大学、北京清华大学、复旦大学、香港城市大学、北京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。其他亚洲名校部分，南韩首尔大学位居11名，比去年下跌一名，日本排名最好的东京大学位居第13名，与去年持平，印度最佳是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分校，名列34名。台湾则有11所学校挤进亚洲百大，包括台大从去年21名下滑到25名，清华大学排名32名，比去年下跌1名，紧接着是成功大学39、35名，交通大学38、36名，台湾科技大学50、47名。台湾师范大学从58上升至56名，另外还有中山大学73、65名，中央大学75、70名，台北医学大学74、76名，阳明大学84、79名，政治大学95、87名。QS 亚洲大学排名就学术声誉、雇主评价、论文数目及引用次数、国际教员比例、国际学生比例、进驻交换生比例、输出交换生比例等10项指标，对于400所大学进行评比。